2011年8月21日，在咖啡弄因为缘分而行动，让我认识了你。还记得你的气质脸庞，感觉是个文静、话不多的女孩。2个月后跟你第一次约会，聊了很多，发现你一点也不文静，有时候感性，有时候幽默，外表和个性上的反差，让我想试着更了解你。和你的第一次约会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和你的见面总在雨天，在伞下的世界似乎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看着你的微笑，却在转身后道别，放你那的要死，只希望能多见你一分一秒。几个月下来，我一直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。在关系当中，我一直认为我去了解怎么样去爱，后来发现我自己好像心目中有一个理想伴侣的形象，写了一个剧本，找到一个角色，然后来符合那样的期待。总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、支持我、陪伴我，但是就是不会付出真心。那时候的我认为曲解了爱的意义，是因为你。因为你，我慢慢懂得倾听、付出，那学习去珍惜，了解到真正的爱是你，是你需要怎么样才能够快乐，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，并且勇于去追求它。塔罗牌说，有些人事总会在一个人生命中永远忘不了，是你，你在我心中就是有个这么重要的位置，这样的缘分。让我想珍惜你，因为你让我更了解生命的意义，因为你我愿意付出我所有真心。如果我愿意为你走出那99步，你愿意跨出那一步吗？